现在为止房子已经基本上装修完了三分之二。这是前几天刚装的热水器，顶下掉了，橱柜也做了，墙也粉完了，再晾几天就可以了。地上铺的有瓷砖，然后呢，铺上地膜保护瓷砖。这是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准备做储藏室，这是衣帽间，这是主卧，接下来准备装门，然后呢也把灯装一下，一会儿就要统计这个灯的情况，需要多少灯多少开关，最后呢再做个美缝，把卫生打扫一下，做个保洁，就基本上完工了。这套房子到现在已经装修有4个月了，平时都是一个人跑这买东西，然后忙的话就放下，有空的话就过来装修，到现在已经4个多月，马上就五个月了。因为这个房子装修完了，准备往外出租，所以说呢，也不打算投入太大。目前这个地方好不好往外租还不太清楚。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在自己在这里开个公司，这么大的房子开公司还是非常适合的。今天下雨，马上都要早就立秋了。